好小孩，小乐，小乐，打回来！哎，打回来！老铁队的默契配合，真是让我们年轻的小伙子们找不着北啊！左拳防守，破门，进！老铁队在比赛进行不到两分钟的时间，率先得分。可以呀，你大爷，还是你大爷，大爷，杠杠的。我他们的配合太默契了。是真没想到大爷们这么专业，他们之间的配合简直天衣无缝，始终把球控制在自己队员手里。最开始我们甚至连球都够不到。在我们一脸懵的情况下，他们就进球了。哦，可以啊，不跟他们打啊。好，我们也是给他们下个战术。现在有东北人吗？谁是？整两句东北那种挑战的话，狂一点的。你们给我小心了，别栽了你们。别什么？栽了你们。栽了你们，就是栽了你们，摔倒。栽了你们，别栽了你们。别站站站站，他没有气势的。再站站站，咱们一起练一遍啊。俺们冰球冰球就能安安，刚刚呢，安安了，你们小心点，别站站了，别站站了。瞅啥瞅啊？怕了吗？瞅那咋的呀？这看这啊，看错了是吗？